第25题，若天空中出现闪电，为避免雷击，下列何项行为最适当？A. 跳入水池中躲避，这是不好的，水池也可能会被雷击，而且正常水池都是导体，你可能就因此触电了。B. 立刻打手机警告周遭亲友，这也不好。一个原因是因为手机有天线，它可能容易遭受雷击，所以这不是好做法。同时呢，打雷闪电应该也不需要去手机警告周遭亲友。C， 跑到空旷地躲避，这并不好。在空旷地中，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站在那里，根据尖端放电的原理，你特别容易被雷打到。被雷击，所以这不好。猪跑到建筑物内躲避，这是比较好的。首先，建筑物可能有避雷针，那么可以让某门的雷击的电被导到地下，让你不会受到伤害。就算没有避雷针，你躲在建筑物里面，建筑物本身也可以给你保护。因此，第25题问我们，为避免雷击，下列何项行为最适当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跑到建筑物内躲避。